秘境之柱是一款以印度故事为背景的益智解谜游戏，玩家将扮演一位旅者，路过一片干涸的大地，原来是因为神秘的柱子出现堵住了河道，让当地居民饱受饥荒之苦。身为智者的你理当挺身而出，想办法解开柱子的魔法来拯救苍生。在每个关卡中都会出现数根柱子，柱上会有一些金币，你的任务是将金币在限定的步数内分配到关卡指定的位置。在移动时，金币会根据柱子间的距离来改变，距离越远就会搬动越多的金币。看似简单的游玩方式，但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哦。